这四个里面哪一个的电磁波是最弱的？最弱，对，抢答，不用抢答，不用抢答，不用抢答，因为现在头很痛，对，不要抢，现在头很痛，对啊，核心你觉得哪一个？吹风机那么常用又很强的话，要吓死谁啊？吸尘器好了，我比较少用，吸尘器，你也吸尘器，那你觉得？我觉得应该是吹风机，吹风机你觉得是？像小孩吗？马达那么大个，感觉上像用电量越多的。辐射越高，对，是不是这样？感觉越强，对不对？于秉业的觉得，你不要惊悚一点，放松一点，吓到。想他们家有哪样东西？因为平常比较少听到吸尘器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先当它是吸尘器好了，先当它最低先，只有严鼎鼎觉得是吹风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吹风机，好，好不好？吹风机定型，好不好？哇，你是吸尘器啊？没有，你刚刚讲吹风机不是吗？我刚刚讲吹风机，吹风机。